你的包子可以给我吗？可是这是我吃剩的呀。我用我的水果给你换。这小朋友，你这些水果怎么办啊？阿姨全要了。董事长，您不是从来都……小朋友，这些水果阿姨都爱吃，我全要了。小朋友，这些多少钱啊？阿姨，这些你给30吧。拿好。小朋友，以后呢，你每天啊就把这些水果都送到阿姨的公司里来，别再摆摊了，这大冬天的多冷啊，知道了吗？来，小朋友，这是新的，趁热吃吧。谢谢阿姨。阿姨，我们学校最近要交书本费了，我每天把水果送到你这里，你能不能先把钱给我？好，不过小朋友，你的爸爸妈妈呢？哎，这孩子让你卖个水果，跑这儿偷懒来了啊！爸爸，水果都卖出去了，我们学校最近要交书本费。哎呀，知道啊，那你妈不是给你留的有生活费吗？先拿去吧啊！爸爸妈妈给我的生活费都被你拿走了。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事儿啊？算了，那你多卖点水果就得了啊！我等一下。这孩子学校要交钱，你这当爸爸的怎么这种态度啊？是呀，你还让孩子一个人去卖水果，而且衣服也不给孩子洗，你闻闻你们身上这一股味儿。你管得着吗你？我是他爸爸，哦，我让他卖点水果怎么了？从今天起，这个孩子我资助了。啊？这张卡里有50万，以后每年我都往里面打生活费，这一下我有资格管了吧？哎呦！那能太能管了，哎呀，真不愧是大老板啊！哎呀，太大了，行啊。小朋友，以后每天放学你就到阿姨这里来吃饭、写作业，学费阿姨帮你出。谢谢阿姨。孩子这么懂事儿，希望你这当爸爸的能负起责任来。这个你拿回去，把家里的洗衣机清理一下吧，身上这么大的味儿，也不怕熏着别人。这家里面洗衣机还需要清洁啊？当然了，这洗衣机啊一定要有定期清理的意识，不然长期不清理很容易滋生细菌螨虫的，导致洗出来的衣服啊有异味和霉点，穿在身上还会痒，严重就会影响健康的。哎，那这个要怎么用啊？把这个直接倒进去，打开任意洗衣模式，清洗半小时就行了。这种清洁剂啊专门添加了除菌剂，而且它是液体的，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洗完胶圈夹层明亮如新，杀菌率高达 99.9%， 除霉除螨，还能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，就算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够清洁干净。每个月像这样清洗一次，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，安全环保，洗出来的衣服啊闻起来还有淡淡的清香。哎呦，那这个在哪买啊？点击头像就能购买了，直播间还有活动哦。